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们吧？说，你们那天为何跟踪我？又为何尾随得庙去了驿馆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嘿，你这小丫头！ 仔细一看，还挺水灵的，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还不如来我这儿给我做媳妇儿，怎么样？嗯，做梦，做梦。你要是喜欢做梦，那就做梦。哎。 夫君，你回来了，人家好想你啊！阿瑶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 你叫我什么？夫君，阿瑶嫁了你，你就是我的，师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成亲了？我在哪儿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啊！救命啊！大刘！<笑>在梦里的人是最乖的，只要我想让你当我媳妇儿，你就得做我媳妇儿，逃都逃不掉。别怕，姚光。 他是吓你的，他不是那种人。哼，这位小哥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嗯，本小爷我混迹于市井，无恶不作，我的所作所为，并非你们这些正人君子可以想象的。